Hello, everybody！ 东城会回来了。东城会回来，跟你们一起 rock 啊！哇，那太开心了，终于又回到，太开心，回到那个台北西门的主场。前面呢跑了香港，谢谢。今天其实还蛮凉，很多人在上海。跑了香港、上海，然后我们今天终于完了，回到台北，对。那其实很开心啊，因为本来以为就是问我们，今天票卖多少啊？然后说大概几百张这样子。说啊，那是哦。可是我想说的是，今天来的朋友有福了。我们今天要分享一个小影片，可是那个小影片是我们在发行专辑之前，不过待会儿再看。发行专辑，你知道为什么要待会儿再看吗？为什么？怕有人看完就走掉了。对，这样讲也有道理哦。你们会看完就走掉吗？不过还是待会儿再看吧。怎么办？因为大家觉得朋友们之前在讨论这个影片都要放在这个 live 的哪一段呢？本来我是说，我们可以放开头就放了，然后邓就说，可是可能这样大家就马上就会有人走掉，很紧张，其实。对对对，但最后邓却跟我讲，那不如我们放在结束以后再放，好不好？哇，你看他多没信心啊！这不是没信心，你知道，有时候看电影啊，是不是看到最后，然后就有那种30秒最后，然后还有一段那种小东西，有没有？我今天想说，大家来看这个秀，就好像看个精彩的电影，然后看完之后，哇，要走对不对？不能走，再看完那个，太厉害了！发现邓越来越会讲话，也算是拉低下游的进步，对不对？以前呢，都说他想像赵本山呢。我知道宪哥常这样讲，对吧？有像吗？所以我就觉得还 OK 啦。有他能力就好了，走原本山啊。赵本山，好。接下来就是抒情的歌曲了，我想这首歌大家都会唱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的噔噔噔噔。这首歌是不是？好啊，这首歌当然不是我唱的。我们上一次在香港之后有唱过这首歌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要分唱这首歌的，其实是一个也是很杰出的艺人，然后他在香港开过很多场。等一下啊，对，你要不要看一下你的歌曲啊？抢救了。哦，你有唱字那么大，你还看不到。杰出艺人，我还没讲，你不要硬凹，好不好？我可以硬凹。你可以硬凹。刚刚不是在脚下吗？等一下，听我讲完，我找到这一首。听我讲完。杰出艺人在香港，我说我们。对，所以有点听我听不下去。对，好，那这首歌呢，其实大家已经不陌生了，对不对？就是 Miss。错过。谁举手 ？Miss 是什么？好，同学你说，对，就是错过了。你的梗好烂哦！好烂，我自己好烂，不要。大家请跟着我们唱好不好？为你们带来这一首《错过》。